我这个榴莲好吃，我这个榴莲好吃，我的看我这个大榴莲又大又圆，可好吃了。你看我的又小又多，可甜了。那我不信，我要掰开我的尝一尝。把它掰开，快看我这个榴莲呢，有六房呢。你有我的榴莲房数多吗？哎，我把它们统统都掰下来，然后我来吃一个。嗯，怎么回事？我这个怎么咬不动啊？你那个是假的，我来给你打开我这小榴莲尝一尝。真香，又甜又香。我尝尝。这个榴莲盘也太好吃了吧，和榴莲一个味儿。又臭又香，太美味了。